今天我们来到这个福建道河，现在开始过马路。小日本的车挺好玩的。今天本来说下雨，90%下雨，但是现在看来晴空万里。我们早晨在酒店吃了一顿特别好的日式早餐，哎呀，我吃的一天的饭量都被我吃完了，至少吃了20多种东西，所以现在看见好吃的也没用啦，都不能吃啦。这个小店还挺好看的，吃冷饮的。金寿司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这糯米团子啊。烧鸟，鸽子。出来呢，买那个冰箱贴，这门口肯定有冰箱贴。这里有一群小姑娘，很漂亮，穿着和服的日本小女孩。这是成人礼吗？吃冰激凌。这些小姑娘都穿着和服在这吃东西啊。这里面就不让吃东西了，我们应该往哪走？要去那个千本鸟居。应该从正门走吧？对，就是一般都是高速往东发展。
们可不是十字之口，要去查一查。现在我们向着网红打卡地千本鸟居进发，我们也不拜，所以就是打卡点照照相回头走人。哦，到了到了到了，看看跟我躲进去那个风雨大呀，这个镜头还挺好看的，那也是点这个我们一会儿还会从这我们一会儿还从这回来吗？嗯，回来这除非你把它整个走了，有这儿，没有这儿，没有这儿，它得现壳，就这个样子，有这儿的是那个，都在前面那个孔。这人太多了，基本上老外都不戴口罩，日本人都戴口罩。到这就分两边，应该向这边走。前面这个人真是太壮了，把我都挡住了。
好，眼看要走出来啦。OK， 走出来。哦，还有一条，算了，不走了。Sorry， 现在走在回程上。我后面跟了一串人，我用我的头把他们挡住。咁我哋等呢幾個過咗先。这真的很好看，可以在这拍一个照片。看看看 ，translate。No connection connection. Okay. Email has a Pashut Shida, she is the Khaz. No, they met me. So now I'm going to让一下。啊，这里枫叶还半红。对，穿短袖的，穿羽绒服的都有。今天算比较暖和，没下雨，昨天下雨。啊，这里我们现在来到的是京都御所，也就皇宫。啊，这里的枫叶也很漂亮。啊，这棵小枫树好看的很了，你看是吧？这棵好看。走。这
里是比较安静的地方。今天也是在京都的最后一个下午了，在这里闲逛逛，休息休息，然后去锦市场，也人很多的，逛逛吃点东西。京都之行就算是结束了，明天我就去大阪了。看京都寓所的枫叶真是美极了。这里的枫叶真是太美了。
这京都御所就是他们皇宫这个花园，真是特别漂亮。他们的皇宫倒是像个普通的房子，没有中国皇宫好，但是他们这个公园我觉得特别喜欢，特别自然。很多人在这拍枫叶，不过也不是很多人，跟比起来应该算是不多。往上面看看，这是京都御所的红叶。这条路特别的漂亮，就是著名的景市场，京都景市场。烤鱿鱼。这也跟中国像得很呢。这是它的蔬菜价格。青梅汁。这一大片全是不是吃的，就是买衣服的。然后先往前走到头，景天满宫，这是干嘛的？是吃的吗？可能不是吃的。
是个庙。哎呀，我看着可像中国那种吃饭的地方。打道回府。是个庙，不是吃的。这个比较稀释了。